大哥，听得懂哎，你怎样逗我的？巡逻员警发现骑士违规红灯左转，鸣笛一声示意骑士旁边停车。你嘛是退一位啊，你唔通违规啊！男骑士一脸不耐烦，被员警拦停，求情员警别开单，还搬出自己已经是退休人士，但惨遭警方打脸，就算退休也不能违规。我拜托你嘛，赶紧开落啊！你这无就拜托你这违规是明显啊！你这个红灯你安怎搞啊？红灯左转最高开罚3600元，让骑士不满，还问员警是哪间派出所。事后po文点名自强路派出所员警，为了取缔违规逆向停车，想讨拍，反而被网友狂酸，犯错还怪警察违规取缔，也只有你做得出来。看你年纪不小了，怎么不懂是非对错，自己违规然后讨拍？警备车执行勤务时候，不受标志标线的限制。骑士违规在先，求情不成，上网讨拍又被酸，整个过程被笑真的很更笑。下次违规还是直接乖乖认错，记得别再贪方便乱违规。要是被撞上出了意外，恐怕无法享受退休生活。记者高雄总报道。在这边呢，告诉了大家，温水神维生性电解次氯酸水跟病毒细菌作用还原成水，温和不刺激，比酒精跟漂白水都更加的环保。要跟病毒共存，必须要长期抗战。大家赶快来到快点购，输入雅婷的推荐代码 CTI999 就能够享有折扣优惠。